Hello， 歡迎大家嚟到今個星期嘅 Soul Flute 每週通訊。今日係8月14日星期一，今日仍然都係有好爹嘅咪咪同我哋做節目。有好多人問我咧，點解咪咪會成日都要咁樣要抱？佢好乖嘅喎，佢次次都係咧，唔知係咪知我拍片啦，佢就會自己跳上嚟，唔使我捉住佢，佢就咁樣喵喵喵，唔好嘈啦，乖啦。係啦係啦係啦，知你乖啦，係啦。其實佢每次都係咁乖咁樣陪我拍片嘅。咁首先講下啦，今個星期咧總共有6066次嘅觀看次數。今個星期好恐怖啊！總共有本來8個訂閱嘅，咁就走咗4個，得4個訂閱係我 YouTube 都算係有史以嚟最低嘅一次啊！喺每個星期裏面都幾恐怖，不過唔理啦，算啦，因為其他嘢望落去都 OK 嘅。咁喺10大觀看次數裏面咧，全部都 Face Reading 咁滯嘅啦。喜出望外嘅就係劉威廷、陳希順嗰個《天空之城》有162次，第一位仍然都係我嘅山下達郎嘅《Get Back in Love》，真係好受歡迎，《Get Back in Love》唔知點解。跟住4個訂閱裏面咧，佢幫我 count 咗5個，一個就係《Grey Five C 一》，一個就係High and Thick 嗰只噔噔噔噔噔，一個係 Soul Food 6分鐘教你吹響出笛頭，一個是劉恩廷、陳希順的《天空之城》多了一個訂閱，跟住一個是原田之世那隻少女不知什麼，有人看了3次，跟住就幫我增加1個訂閱。今個星期呢他坑我呢就有$15.14，咁就最主要呢分開 YouTube Premium 是14.87，YouTube Premium 是 0.25 sorry， 廣告就 14.87， Short 那裡就有 0.02 的，是的，都挺好的，有 0.02 都不錯，挺好的了。今個星期呢播放清單佔了 2578， YouTube 搜尋854，外部674，頻道頁面334，推薦頁面299，瀏覽功能285，播放清單頁面210， Short 資訊提供118， Short 的資訊提供多了播我的片，我都會嚟緊都拍多些 Short 給我的學生吹的。播觀看次數很奇怪，他這個呢不知道有計我5517，但是前面有6000，好，今個星期有點亂，香港3463次，日本922次，台灣145次，英國26次，美國11次，加拿大10次，新加坡10次。啊，唔係睇錯咗，呢個係啱嘅。跟住講錯咗，香港係4189次，日本846次，台灣165次，美國102次，加拿大22次，澳洲13次，英國11次，南韓0次。咁有因為學生去咗 Melbourne， 咁所以有 Melbourne， 今個禮拜多咗 Melbourne。咁另外咧就係觀眾年齡層次咧，13至34歲全軍覆沒，就唔知點解失蹤曬。65歲以上18.2。55至64 2.7 45至54 8.9 其他就當然35至44啦。女性今個星期多了的有 45.1%， 我懷疑啲學生呢用多了爹哋媽咪的 iPad 來上網，或者多數可能用媽咪 iPad， 咁就女性多了。睇下先，最少人睇嘅8月7日387次，最多人睇嘅8月11日1367次。已訂閱狀態3646，未訂閱嘅2242，咁又同上次冇咁平均，上次好平均啦，今次係已訂閱嘅多啲，未訂閱嘅少咗，係咯。暑假尾啲人去咗玩，所以更加少聽上帝或者係咩成啦。希望下個禮拜多啲人訂閱翻啦，應該就9月頭啲學校開始啲人學場地咧，咁就一定會再多啲訂閱嘅，上年都係咁樣嘅啦。依個時間就暑期班都停咗啦，咁所以就會少啲。我應該嚟緊8月尾、9月頭或者10月啦，咁就係我嘅應該訂閱嘅黃金時間。咁所以各位朋友而家可以先，如果想開新嘅 YouTube channel 或者想預備定多啲人訂閱嘅，咁就預備定啲片擺定上去，咁等多啲人可以 research 啲，咁就可以揾到大家嘅片，然後有增加訂閱，有增加觀看次數噶啦。中意我條片嘅記得訂閱、贊好同埋分享，下星期再同大家見面啦，拜拜，咪咪。
同大家講拜拜啦，咪咪，講唔講拜拜？係啦，咪咪講拜拜，拜拜啦。咕咕咕，就係拜拜啦。好啦，講完啦，拜拜。